中年以后，大福肚子那么大，真的很胖，都很少运动嘛，哈，就会找医生。诸位想想看，很多的太太小姐们哦，就是中年以后呢，就是这样子。那这里介绍了防举黄芪汤，那防举黄芪汤呢，诸位呢吃的哈，你会很感谢我。为什么肚子是平的飞机场，好像突然变成气球一样，原来很重，身上走路很重，哎，越来越轻了。吃了大概两个礼拜，少了20几磅啊，就整个瘦的神清气爽，那真的效果是很好。好，这我们常常开个老美车，我都开个病人车，我都会先跟病人讲，吃完以后你皮肤好像下面有蚂蚁在跑哈，小便出来，好，慢慢通通会排出来，保证有效，你知道，保证有效。